不一样的 PPAP 哦。啊，你呢？你会吗？我也会。他们什么都要比，你什么都比哦。我超会 PPAP 叠板的，我会 PPAP 控麻控控，我会 PPAP 超好笑的，你们一定要看。这是贾文，这是许常德，哦，他们很好，他们很好，超级好，简直是朋友，超级好，简直是朋友，哦，曾雅文老师，你有好朋友吗？你干爹，你干爹不？准备好了没？好了。老师麻烦了 ，PPAP 耶。PPAP。I have a pen. I have an apple. Oh, apple pen. I have a pen. I have pineapple.好厉害哦！特色都不一样，不一样，不一样，厉害！一个是一直动头，一个是这样。哎，都有自己的特色，好厉害哦！哎，你们只会一种吗？嗯，我有更多种的。有不一样的 PPAP 哦。啊，你呢？你会吗？我也会。他们什么都要比，你什么都比哦。我超会 PPAP 叠板的，我会 PPAP 控麻控控。我会 PPAP 超好笑的，你们一定要看。妍姐，她都说一定要看的，我们给她一个机会。要不要看？好，谁先来？谁先来？想不想看？这个都给她主持了。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。你先，你先。啊，要帮你拿麦克风吗？还是不要？PPAP， 这是贾文，这是许常德，哦，他们很好，他们很好，超级好，简直是朋友，超级好，简直是朋友，曾雅文老师，你有好朋友。我觉得这是很即兴的演出哎，很厉害。OK， 你的呢？我要看。你的呢？你可以吗？控吧，控控，控吧，控吧。PPAP， 哈，准备好了没？来来来，准备好了啦！给他掌声鼓励，老师请聊。PPAP。那个厉害，这是许常德，这是詹雅文，好朋友，超级好朋友。OK。听说你每天都有跟妈妈说一句什么特别的话？我爱
每天说几次？一百次。哇，可能吧。OK 啊，你是自己来参加我们的报名，还是妈妈帮你报名的？你自己啊，你自己啊。你有看我们电视哦？你几岁开始看我们节目的？4岁。啊啊，不好意思，那就是刚开始看。那如果你可以来参加我们的红人榜，你要来参加几次？100次。哇，他的单位都是100。哦、欸、，OK、欸。有人把这边当酒店。好，那席谦，你今天要唱什么歌？掐针。掐针吗？啊，你有弟弟妹妹吗？还是哥哥姐姐吗？妹妹是妹妹。你哪在？你哪在？你都聊过了是不是？有吗？真的有妹妹啊？对，真的有。真的有，你很了解她。你觉得这男不菜算立定哦，在想一些埋没人才。真的不菜，对呀哈。为民服务啊。锦锦要唱什么？我要唱黄飞姐姐的《碎碎碎》，然后那个林夕谦他唱的《车站》是。那个黄秀清的歌。歌 ，OK， 好。黄秀清几下？黄秀清啊，有他有个姐姐叫张秀清 ，OK， 哈。哦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啊，席谦的成绩好不好？好，我们来看你的分数了哈。看分数了。评审，请一下分数。好可爱的4岁音乐小神童林夕谦。哇！哇！24分哎，好高分哦！24分。哎，我今天哈看到24分，伊才四岁尔，伊带到哪来？真的是求神拜佛啦！四回了嘛，知影这什么意思呢？来看麦啊，一个陈锦锦，第二关要拼第三关，到底分数是偌多呢？评审，请下分数，加油！我们的失控姐陈嘉华，平手了，平手。他开始，他开始，怎么样？怎么样 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佑欣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一佩。三立严选，熊猫帅。三立严选，最划算。记得来看我，双十一一定要锁定三立严选，